还好吗？每次只有矿石脖子要特别酸，对不对？会吗？做完矿石，你们都不想讲话了。等等，这首歌先等一下。好，矿石有没有问题呀？刚刚那个超慢的，还 OK 吗？可以哈。好，这次有没有好一点？脖子比较不会去代偿，虽然可能还是有一点，但是应该会比较多用这个地方，就是用你的肋骨跟你的骨盆，让它尽量互相靠近再打开，然后转的时候也是 twist，是你会把肩膀提起来，所以另外一边的肩膀会还是放下，所以它会从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，然后。换边的时候也是，所以 crunch 大概是这样子，可以哈。好，拿着你们的重量，